时许一道奇异的光柱笼罩了宜江城市区，所有的人口失踪报警都是在光照发生之后所产生的。尚不清楚这两个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，还有没得关系？你妈的，当然是有关系。都说这被光带走的这些人是有爱情的，那也不代表说就没有走的这些人就没感情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不是。俺们做的是错误的，只有那些离开的才是正确的。 我想好奇，大根什么样的女人会想吃？本来我也没啥能爱的，我也不相信啥投兵爱情。啊！我们两个留下来，真的是我想要。我找不到他，我以后不想见了。当然活不下去。其实我们都是一样，都是没到爱情的人。死给你！我可恨了两个死人！我觉得这不应该是爱吧。 因为那样，我就面对现实。因为就是不相爱。现在是老天爷说我们之间不是真爱，因为他们倒是告诉你，什么才是真爱。何健回不去了。真爱这个东西呢，不是我们自己能定的标准。夜深人静。 扪心自问，我们到底是可怜人，还是骗子？